元企业有限公司邀您共享百亿元世界一级棒。现在一起吧！耶！欢迎收看《世界一级棒》。夏日炎炎最棒的旅游啊，都能一起享受碧海蓝天，还有海风吹拂的海岛之旅了。今天的世界一级棒要带大家到日本冲绳的八重山群岛来一趟跳岛之旅。这次我们还在一座无人岛上啊，发现了传说中的摩登原始人。这位阿伯啊，独自在无人岛上生活了25年啊，你听啊，听阿公，他还很喜欢腾巴特，接近大自然呢。怎么没有穿衣服？他真的没有穿衣服，我的妈呀！全身脱光光哎。还有紧接着时候啊，让人害羞的无法直视啦。除了无人岛的原始阿贝，我们还要带大家到竹步岛体验他们最具特色的传统工艺明撒制。伊吼要嫁翁的时阵吼，这是新娘就是爱将这个物件做嫁妆送给男方。好，我安尼每年都会再嫁来我。干那有影哩？在日头赤炎炎的竹步岛上面呢，另外一个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这间干妈店啦。店里面啊，除了清凉消暑的冰棒之外，美女老板娘还有一张超级明星脸。哎，她跟下川里美有点像。你话的吗？哎，她说都被人家这样讲哎。干小家贼，不如直接跟着冰冰姐开始我们的冲绳跳岛之旅吧。哇，这是什么地方啊？哈，是当地的这个传统文化的名义馆。名义馆。啊，织布机啦！嗨，お願いします。嗨，お願いします。哦，这是伊的座位。啊，哦，这椅子。哦，摕起来怎安尼坐哦？啊，そうか。OK， どうぞ。教えてください。はい。これ。ちょっと説明していいですか？はい、もちろん。これですね。おお。こんな感じにして。わあ。組み替えて。先一个再組み替えて两个，こんなものをして，然后こんなもの再过去脚一下，我脚踩踩过，こんなものをして，啊，好难哦，不可能，一定会失败的。組み替えた气化嘛，气化，走走。冰姐，你确定吗？确定，确定，确定。规则不能用哦。不会啦，不会啦，我给你固定的啦。由于啊，竹富岛上盛产芭蕉树，因此有许多以芭蕉纤维为原料的纺织品。大家来到竹富岛，一定要来体验一下。阿哥，这个 Minsa 看师傅做起来好像就足简单呢，实际上啊可不容易啊。不相信，看我们的一级棒达人 Maggie Sang 就知道啦。好，蹦动，对啦。好，我给他过来呀，过来呀，过来呀。还没问题，你弄都弄没过，你没问题。喂，这种东西怎么那么难啊？好，你担心，你担心的。伊讲你创伤安啦，你甲看，你甲看人，你甲看，你甲看，伊这看边啊，边啊，这么丑。人边啊，小在人伊本来嘞，扑个扑个扑个，你即马后安嘞，后连嘞，后安嘞，后连嘞，这叫做里里当当。哎，问他有没有织好的东西？我没带，你可以带 mono， 阿里马斯卡。可以作弊吗？我觉得好难。你看，哎呦，这个购物袋哇，好水的，哇！可以做什么？我跟你讲，我在机场看到的更漂亮，因为他那个手，他用别的把手 ，king kila king 的，就很漂亮。还有，你看这个可以当放小物的耶，你看这个颜色，哇，你看。要织出冰冰姐手上的成品，黑不哈干单呐，明撒织啊，这项有300多年历史的手工艺啊，织布上四方格跟五方格的花纹背后，还有很浪漫的含义哦。
其实它这个是有意思的。以前这个布啊，是他们在媒妁之言相亲的时候，然后相亲的时候就准备这样布。他刚刚说四格跟五格嘛，代表四跟五永远一直磨，永远一直磨一直磨。所以相亲的时候，心意啊，所以他我知道，因东西吼要嫁人的时阵吼，这是新娘就是爱将这个物件做嫁妆送给男方。对 ，OK， 我给打，我在心里压力吗？是。听完 Minsa 之这么浪漫的由来啊，管仲朋友是不是和冰冰姐一样等不及，想要亲手织出自己的 Minsa 之呢？然后，看，还讲我，结果自己忘记。哦，会使，我会较紧。我去，我都来都紧，没有，就把它用坏的啦。不会，这个是送给男生的心意，你要用力。我一定要给他，送给男生的，刚刚哈，人已经吃老啊，这个布还袂织好，是吧？哎呀，你看，好，我安尼明年就会使订了。织好 Minsa 后，冰冰姐能不能够嫁出去啊？这真难讲啦。体验完竹富岛传统的芭蕉织物文化，可不要以为哈，竹富岛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岛屿啊。在这个拥有赤瓦、白沙、石墙、狮子像，还有一辆水牛车的竹富岛玩呐，有一个私房景点一定要去的。这间小小的干妈店可是在网络上爆红的哦，赶快跟冰冰姐一块去里面瞧瞧吧。哇，真正西湖车哦！哎，这家古早时代的干妈店呢？杂货店。哦，这个卖我们刚才织的那个布，啊、你看，这我们织的布，还有这里是他们现场织的帽子。哇，这里就是黑糖哦，他们这个 Okinawa 就是产黑糖。哦，好的。这是鲜贝吗？不是啊，冰姐，这个是冲绳这边当地特色的乐器的一种。啊，乐器，对，那不是鞭哦，是乐器，是吗？嗯，还有美丽的老板娘，很漂亮，我们来问她一下。哎，她这个就，她跟下川里美有点像，轮廓很深。哎，那只高啊，妮妮长都恭喜你这里，呢，你妈的妈子噶，她说都被人家这样讲哎，嗯，我带妈子噶看到就弄大。这间干妈店在卖的物件还不少啊，除了 Minsa 之狮子雕像之外，刚刚被冰冰姐误认为饼的东西啊，原来是响板，而且在演奏方式上好像跟我们台湾有点不太一样哦。然后，对，什么声音啊？轻啊。好，敲一下关起来，敲一下关起来，把它关起来，这样对。嗨，瓦力。辣炒。哇！你看，我变象征，可以。我们是。老板娘竟然已经名花有主了啊！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跟我一样，心都碎了。冰冰姐啊，也很体贴大家，知道大家需要冷静一下，特别介绍这家店的冰棒来让大家冷静一下。哪里好？微信。
对，来吃干冰。他推荐我们吃冰的。那有一起，这几个人。石垣島の塩を使った。啊，加盐的盐的冰啊冰，有盐巴的冰啊冰哦。我知道这个，我想到我小时候为了吃冰棒跟同学吵架，到现在都长一样的风味。哦，为了冰棒，对不起啊。十年了，我跟你说对不起。现在一起棒！甜的包糖，咸的包菜。包菜啦，嘿啦，再包盐啦，嘿来，这个呢？啊，阿姐姐，这个是凤梨。他们这边有名的凤梨，那这个是什么？布列塔尼什么？西瓜草。西瓜草，西瓜草是什么？它是。ここだけ、ここしかないです。そうね。好，当地才有的水果。好，那还有嘞？还有什么？我们有一个是不一样的，苦瓜。真的假的？苦瓜，苦瓜是苦瓜哦。啊，看你可以，一共金牌家，金牌家为什么要做冰？哎，那是黑糖是一定要的。黑糖，我先吃他们的黑糖的。冲绳黑糖。哇！要香肠呢？好吃。甜。好香哦。真的吗？不够，够够够。我要吃一口盐的，盐的。会不会咸？不知道。我觉得有一点牛奶的味道，还不错哎。你吃这边，吃这边。嗯，小妹妹胖姐，这个好吃，好吃哎。嗯，非常也不错，蛮好，好喝。嗯。哈哈哈哈哈哈！苦瓜，苦瓜，苦瓜，好你先苦，好你先苦瓜。来，杨建书两家这个剪刀，再。三拳哦，剪刀石头布，我输一拳。吃苦瓜，大口吃，大口吃。嗯，好吃，好吃，好吃。苦瓜，哎，苦瓜呀，真的吗？哎，真的，你做的呗。好吃，好甜哦，顶甜，顶甜，顶甜，好甜。哎，真的好吃呢！我苦哎，啊，对心太饿啊！嗯，好吃。你看，那有苦瓜感觉，苦瓜耶，有苦瓜。我跟你讲，咬咬的。我知道这个，我想到我小时候为了吃冰棒跟同学吵架，到现在都长一样不恭维。哦，为了冰棒。以前的冰棒是像安一支长长的哇，顶头有红豆啊，对哇。啊，我较早才选的，我讲好美哎，我名改掉。我讲黄茶茶哦，我讲哎，阿你加冰就要加一个，他说不行，你不能用咬的，借你用舔的。啊，舔到后来哈，就还是想咬一口，就借我咬一口好不好？他说你不可以咬到红豆的部分，那什么？啊，不可以咬，不是咬中间吗？就这样啊。啊，这开局刚好，不是两个，哎，咬下去整个就散掉了。你记得口噶，啊，两个当真啊。啊，你算吧，又吵架又变价，对不起啊！经过了快要六十年了，我跟你说对不起。你看人在哪里，我赔你十只，真的对不起。想不到，为了一支冰棒，竟然可以六十年不联络啊！冰冰姐的同学，你就哈。看在冰冰姐这么有诚意的份上，原谅她吧。哎，好吃呢，真的真的。哎，他说的这个什么？西库阿沙是什么呀？一种鸡，西库阿沙干鸡的一种，有点像啊，芥辣啦，是不是芥辣？对对，有点像干。女生一定喜欢，难怪要叫我们吃这个酸的吗？我跟你讲，应该是黄色柠檬。我要学你，然后你就五十年不要跟我讲话。我就 Maggie， 你把我弄散了。嗯，
生会喜欢，对不对？女生会喜欢的。我喜欢吃这个。哎，咱哪不能吃啊？就都来都放过。不能吃，我看你还要点哪一个？我问你。我先吃这个。羡慕吧，我跟你讲。今天大家要结婚了，大家就笑嘛。羡慕吧，蛋哥，蛋哥，所以这个用舔的不能用咬的，咬散了跟你闹翻，50年不说话。逛完干妈店，巴肚也饿啦。我们回到度假村啊，这间度假村哦，可以说是岛上的另一个村落啦。为了融入当地的景观，石墙、红瓦还有房顶上的狮子像啊，都是按照重要建筑保护区的规定建造的哦。走在白沙的路上，不知道一级棒达人 Maggie 桑要带冰冰姐去吃什么喝料诶？哇！这的景色实在有够水，心旷神怡。不过这是爱巴肚饱的时阵，今嘛巴肚枵。巴肚枵啊！你不是要出去餐厅吃饭？在哪里？餐厅？对，你到了，餐厅在这边。什么？这里啊，我们已经到了。我不是牛这是草好不好？我不是牛，我是人，我要吃饭。I'm not a cow, I'm now is a cow 腰。啊，给你巴肚腰啦！去哪里吃饭？真的啦，这是他们厨师专有的菜园，今天我们可以采。对啊，那厨师不在，我们乱采，等下中毒了怎么办？叫他来啊！在哪里？教我们啊！来了来了来了！Endless 是呢，嗨！在这个度假饭店当中啊，料理长在度假村的后院特地开辟了一个菜园，种出了许多适合当地环境的食材哦。透过料理长亲自来采收哈，除了每天都有新发现以外，同时啊还能够创作出具有特色的料理哦。これ何？まずは最初のハーブですね。こちらバジルですね。初心版的。マサ用に。那叫我们先闻闻看味道啦。啊，高赞炸啦，香哦，罗勒，罗勒啦，然后这个要更香，就是这样弄。哇，是芋泥而已。罗勒。啊，他要做 spaghetti， 要做那个意大利面。那我们尝。我们也可以尝是吗？家里也可以种这个呢。对，农药都使ってないです。没油啊啦，你个看虫吃的这样子，天然。你看，没有，我给你拍特写，蒸蒸蒸蒸，虫吃的变成这个样子。啊，这是什么？牛油啊！哦，这个可以做香水的，好吧？可以去冲的，你看，很香。これでいい。Yes。パイナップルミントですね。啊，它叫做凤梨蜜豆，蜜豆是什么？他说会有凤梨的味道你闻看，有一点点凤梨。真的。これお茶にします。啊，お茶か。これがいい。是做成茶的。哇，有凤梨的香味。这是我们采的耶。那个茶，这样就可以了。もう OK、これで OK、大丈夫です。これで待ってる食べるの。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お願いします。だから万歳じゃ簡単の在单家は好嘞。はい。Let's go、ジャムギア。耶。阿美住了，阿美住了，要把你靠腰的是哟。体验完采收，哇，相信大家吼一定都很期待主厨的正宗琉球套餐吧。虽然啊，在房间内享用大餐也不错了。按过后，在泳池旁伴着蓝天白云、绿叶红花一起用餐，哇，那才是真正的一级棒享受哦！嗨，大家好，我是，这是我们的 lunch， 哇，我刚刚的采的沙拉，娃娃工的，嗨，也是我们刚才采的，胡萝卜酱，胡萝卜，那是加了那个洋葱的，对不对？加了洋葱的胡萝卜酱，加一个蛋，温泉蛋，哎，这温泉蛋没有煮再多啊，那冷温鲜哦，真的好，大概这个只有两分熟哎，啊，哇耶，啊，漂亮，真的来了，好，那就是我们采的菜了，哇，好香哦，都是这个有味道，纯天然沙拉，哇。
来，大家谢谢，谢谢。好，他现在把它搅拌一下，把蛋搅拌的是吧？对，来，豆总。哦，对对对，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耶！哦，安尼搞，安尼搞，新鲜，安尼会使加安尼搞，好好。嗯，哇，那个胡萝卜汁好好吃啊！嗯，这样刚刚好哎。嗯，一点点酸酸的。我的温泉蛋刚好啊，我吃到那个香料太香了。是啊，我的香料刚好跟我的蛋哈，跟菜 mix 在一起，那蛋就变成非常的滑嫩。好好吃哦，那个香料真的非常的好吃。我来试试它的汤。哎，刚才我们摘的那个香料。放在那个汤上面呢，嘿嘿，好浓的汤哦，海鲜豆腐，然后这个香料可以吃下去了，哇，好好喝哦，好嫩哦，那叶子好嫩，哇，我要来吃面，哇，那上面他刚刚加的那是鸡肉吗？绿色的，鱿鱼啊，真的吗？白色的是鱿鱼啊，是鱿鱼哦。鱿鱼，它是鱿鱼。哇，哎，你有我们刚采的那个哎，我跟你讲，有罗勒，我们刚刚摘的罗勒在里面。嗯，有薄荷。嗯，所以的哈，它其实它把它磨了。嗯，它磨成酱碎碎，然后淋在这里面的。好香哦。嗯，好一个。然后呢，后面是有氧池。很幸福哎，你看这么漂亮，绿色的草地，红色的花。吃完稍微休息，去游泳。嗯，那太棒，怎么有这样的生活？真的，世外桃源，神仙一样。哇，冰冰姐，啊，你真正是吼太会享受啦，一吃饱就想睡啊。不过啊，这可是一个把休息空间跟洗浴空间结合的房间哦。而就在冰冰姐回房间休息的同时，我们的一级棒达人 Maggie 桑就没有那么好命啦。既然是跳岛之旅啊，当然不能只待在竹步岛喽。在冰冰姐享受的同时呢，要先去西表岛探路，因为哈、西表岛啊被称为东洋亚马逊哦，整座岛啊都覆盖着原始森林，而且还是保育动物西表山猫的重要栖息地。就在前往西表岛的路上，哎，没想到竟然打听到啊，西表岛附近的无人岛上有一个原始人。在没有水、没有电的岛上住了20多年啊！听到这个消息后，一级棒团队怎么能够错过呢？立刻开船前往这个无人岛，要带大家揭开原始人是如何在无人岛生存的秘密。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无人岛上，它叫外里岛，没有人在，没水没电。然后听说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传说，就是有一个日本老伯伯，今年78岁，他在这里呢，没水没电的生活竟然过了20年，只有一个人在这里，而且听说他现在是住在岛上，夏天是全身都不穿衣服的。我们刚其实已经看到他了，他的家就在那里。然后经过交涉的结果呢，他愿意让我们拍，一起去看。应该是他的家具耶，有一些杯子跟像是碗跟锅子的东西。他这边有锅子，应该是他做饭的东西。他用具好多哦。这应该是他的鞋子。听说他有时候会从这边坐船到岛上有人的地方去买一些吃的喝的，因为这边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真的。完全是丛林。哎，他家很大哎。看到了，真的没有穿衣服，真的没有穿衣服，我的妈呀！全身脱光光哎。哇，这个进食煮面才会好吃，好久不吃哦。原始人的生活有没有讲过很好吃？现在一起吧！耶！真的穿衣服，全身脱光光哎。原始人啊！
してるから手離せんですか。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もう話しながら今作ってもいいですよ。他现在在做饭啊，所以他是说可以让我们拍他一边做饭，然后我可以跟他聊天，我们来问问看他的生活。我哪里有出门的？是我。そば食べようかと思って。そば。然后他今天要吃那个啦，荞麦面，所以就是从岛上买来的。ここどこで買ったんですかね？これは誰かお土産持って。お土産？これはね。これはなんか。新潟の人がね、ここに来て、今向こうに知ってる住んでるけどさ、その人のお土産だ。なるほど。うーん、これね、ちょっと後でカラスの餌にやるんで、ちょうど一緒にやるからさ。なるほど、もずくもあるんですね。もずくもそれ食べる。もずくは？もずくはね、塩してるって。今塩戻してるんですよね。塩ですか？塩戻してる。他今要吃面了。いろいろ入れてるね。这个面听说是住在日本本岛的人来这边看他，然后送他的礼物。好像有一些人会知道他的事情，所以来这边买一些食物来送给他。他今天要煮面吃。真的超得力。这里人最心配是雨が心配。这个冬も今日降ってるので、明日から雨降るかもしれないからね。梅雨だろ今。あ、そうですね。だから今日って。今日降ってね、雨降ったら困るな。だからいろいろ海岸のゴミもいっぱいあったろ。あれも南風でいっぱい海藻が流れてきてね。モズクは今年取れんかったんですよ。モズクの成長が遅いですよ。海藻がいっぱいあってね。これは昨日取ったやつでね。あ、自分で取ったやつ？目の前で取れるんです。あ、这个是他自己采的啦。他平常的生活好像说，他刚刚讲就是因为。岛上附近有很多的鱼，然后有很多海草，所以他要吃饭的时候呢，他就去捕鱼，去拿这些海草，然后用盐用海水去泡，就变成他的午餐或晚餐。然后呢，他刚刚讲说这个，你看他现在还有在晒衣服，这是他的床跟他的被子。たくさくさんはどこから来たんですか？は？日本のどこからここに来ましたか？僕？うん。僕は福岡生まれだよ。福岡生まれ？うん。何年前にここ？25年ぐらい前かな。25年。他是日本九州的福冈人，然后25年前就来到这个岛了，来自己一个人住在这里。でなぜここに来たいと思ったんですかね？まあそれ話は難しくなるよ。難しい話ですか？別に悪いことしたわけでもないしさ。ここでの生活はどうですか？普通は最高だよ。本当ですか？ここで僕まあ78だけどね。ここで25年前来てから、人間の生き方ってこれだなと思ったね。平和だね。平和だよここは。あなたたちが来ないは特にね。一人でおるって一番平和だけどね。なるほどね。まあそういうこっちゃ。毎日自然の中で自然と従いながらね動いてるさ。だから人間来られるとちょっと。やっぱ困りますね。一人の方がいいですか。一人がいい。食事は普通には困らないですか。食事は？困る時もあるよ。買い物に行け、月に2回ぐらい買い物に行くんだけどね。行くんだけど冬はちょっと行けない波があったりして行けないでしょ。あの船じゃね。だから。今回はもうあと二三日で買い物に行か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ことだ。あ、一緒ですね。25年前来住在这边了，然后他说他觉得人类就是应该要跟自然共存，所以他就一个人住在这里。然后大概每个月两三次吧，会到西表岛上面，他有一艘船，会到上面去买一些食材回来。然后其他的食物呢，都是在山上这个岛上，或者是说在海里面自己去捕鱼，自然的食材。なんか入ってこんでいいの？大丈夫。大丈夫？太担心我没有穿鞋。他没穿衣服，他担心我没有穿鞋。因为他只有没穿衣服，只有穿鞋而已。穿鞋。真的，难怪爱正好是哈，我相反哎。なんでも聞いて。何でも聞いて、何でも答える。本当ですか？他说问什么他都可以回答。你们想知道什么？哇，没想到阿贝啊那么大方啊！
叫我们有问题尽量问哦。相信大家齁一定跟我一样啦，很想知道公他为什么会跑来无人岛过这样的原始的生活呢？25年前に最初ここに来たのは。来たのは。まあ日本がまあ今も今度東京行ったけどもうとてもに僕の住むところじゃないね。でも沖縄でいろんな島があ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あ、その中で？それは偶然っちは偶然だよ。偶然？来て偶然っちかなんか要するにこの場所に住みついて。で周囲の人からも変な目で見たりしたりしたからね。その頃はやっぱりオウムシミ教のってわかる。オウムシミあの問題があったりね、いろんなことあったからさ。だからやっぱダメだ引っ返そうかなと思ったこともあったよ。その頃までね。それはもう毎日毎日こう生活中の自然に従って動いてるからさ。天気は天気、雨は雨で動くするだろう。だから最初は台風も怖かったし、いろいろあったけどね。今はもう最高だよ。虽然公吼阿伯啊很热情啊，但是啊，现在是他准备午餐的时间呢。啊，可爱的阿伯呢，还要求我们呐、啊，让他一边煮饭一边接受访问。哎呀，真正是太甘心了喽。家族啊，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たくさん来た。家族。新潟に結婚して子供2人を産んで今別れて要するに僕は今一人だ。子供がここにたまには来ます。え、来な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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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さ、こういうとこに新潟行ってくれんかって言ってね、うん、それは福岡のテレビ局が中に入って動いててさ、で新潟まで行かされたよ。もう8年前かな、うん、その時に息子と会ってさ、子供と会って、それ以来会ってないから、ずっと毎日さ、そんなもんさ、そんな変な生活なんかしてないよ、まあ、裸だもんのはここは裸が一番似合うわ。確かに、うん、あなたも遊びに来たら裸になったり海にも入れるだろう。そうですね。だからね、夏雨が降らんで 水がないからね。あ、ここ水がないんですか。水がないです。え、お水はどうやって。だから雨降るの待つとかね。家がなかったら買い物に行った時に来るとくるとかね。水道の水がね。あれ、ここ のボートに鍋を置いてたろ。あれに溜まった水はあのまま飲んだら前に。だから自然に従って動いてるため。だから。ここに来た人かなりの人が裸になったよ。そしてみんなやっぱ喜んでた。裸がいいねって言って、ね、女の人も多いよ裸になるの、うん、だからそんな変な生活してないよ。食い物も普通に食べるし、そんな変わった人間と思ってきたのここに。人間同士の生活をどうなってるかなって思いまして、それからあと日本人、台湾、台湾です、僕はね天気を聞くのね、台湾の台北のね、うん、天気を聞いて、ここ、うん、NHK の第二放送で気象通報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だよ。 あれ台湾の台北のその天気聞いてね、それから次の日にここは天気がどうなるか予測するんだよ。当然西からこうな流れてくるのかね。買い物するのは直近で買い物するんですか？お金はどうします？お金？お金海に潜ったら取ってる一万円札が嘘竟然开我玩笑，问他你的钱怎么办？怎么来？他说，肯定是哎呀，去那个海边，有时候捡到10000啊，然后啥没有了，跟你开玩笑的。这个可以用吗？この人から靴が多いのか、僕はどこって言ってもらうの。喂乌鸦。
キッチンって感じでしたね。料理を作る場所。うん、そうそうそう。あそこの方は寝るとこ？あれ台風の時にあこに逃げ込む。あ、台風の時に？うん。で普通はどこで寝るんですか？寝るの向こうにする。向こうでテント。住む？哦，这个是厨房啊，然后他家的这个地方是避台风的，因为其实岛下面夏天还蛮多台风，真的风雨大的时候，他就是躲到这里去。当然不了。所以这个比较坚固，看起来是木头。然后。那么难？有那么难？哇！嗯，这是台风的时候那个住的啦，躲台风的，所以看起来比较坚固。照明とかライトないですかね。夜はどうなります。ライトあるよ。ラジオもライトもあるよ。ああライトって懐中電灯。いやいや、あそこにランタンもあるしね。あそこ公園のとこ二つあるだろランタン。今使わなくなってから置いてるけどさ。なるほど。ラジオも外で聞くのとさ。所以他平常中で聞くのとね。哦。然后他主要是听气象，去看会不会下雨啊，怎么样？因为他说他平常生活。其实很忙哎，因为一早起来就要开始准备食材，准备刚刚看到饭已经泡在那边的米，等一下就是晚餐要煮的，中午是吃面，所以一早起来就要开始准备所有的食材，所有吃的东西，还要担心会不会下雨，然后他今天晚上是不是要把被子收进来，衣服怎么办？其实担心的事情还蛮多的。他不是有地？嗯，他都是做的，我不是有地。啊，你抽烟？哦，抽烟，抽烟。那个。吸引起来了。那个呢？嗯。夜呢？寝てね。我予定変えとくわけどどうですね。明日予定とか。使い、やり忘れたら困るからさ。やることは全部やっとかないね。例えば。もう今日はもう終わったからもう今日の分を燃やしてしまったので。这是每天的那个要他要做的事情的清单。肯定会忘嘛，比如说今天早上要捕鱼，然后要。だから明日ね、その海岸の浜のゴミを焼こうと思ってさ。啊，然后。それも天気次第で、風があったらダメだろ、雨が降ってもダメだろ。写一项一项写得很清楚哎，今天是阴天，明天是晴天，他就决定要，要晒衣服，还是要捕鱼，还是要做饭，要整理房间都有。然后，做完了就会把它花掉，好有系统。没想到阿贝啊，过原始生活都还是那么有条理呀、啊。但是光顾着介绍他的家，他却忘记自己正在烧水啊！在工作团队的提醒之下呢，阿贝啊急忙地跑回厨房准备煮面去了。要煮面喽！计时哎、欸、哇，用这个计时煮面才会好吃，好讲究哦。原始人的生活也是要讲究好不好吃。然后他刚好玩，他说：“我说那你这食物有什么讲究？”他说：“不能想啊，如果他想太多怎么办？突然间想要吃寿喜烧，突然间想要吃猪肉牛肉，吃天妇罗怎么办呢？吃不到啊，不能想啊。所以基本的理念就是有什么吃什么。”哇，天然海草加上肉酱和鸡蛋，没想到在原始生活中也能够煮出这么美味的一餐呢、啊！而且啊，阿贝啊连用餐环境都很讲究呢，带着我们到他专属的无敌海景餐厅享用这豪华的一餐。晚ご飯もここで食べますか？啊？夜もここで食べます？だから自然に合わせて動いてるだけでさ。嗯。夜はもう。テントの中で釣ったりね。ああ、これ雨天気悪かな、風が強かったりすると、もうこれ食わないからですね。なるほどね。今日はいいよ。だから今日天気悪いけど、あなたたちがこんかったら、ここで平和に暮らしてたと思う。あ、これわさびね、わさび。今天天气很好，所以他选择在海边吃饭，他就可以享受自然风景。然后如果是晚上或是风大呢，就会到帐篷里面吃饭。干嘛去？是吗？
ですかね。うん。長いついたもんね。ああ、長いできたんですか。まず集めておくんさ。うん。で、どう使うか、それからゆっくり考え、ね、考える時間あるからね。夜ね。うん。さあ、さあ、何だった。運動ですか。正在用餐的阿贝啊，突然起身往海边走去，究竟他要做什么呢？广告回来，惊人的事情即将发生。现在一起吧！阿贝，你要去哪里？どこ今どこへ行かれますか？この石の下の向こうね、いつも餌をやっとかあるんだわ。あ、餌？だからね、うん、あなたたちはね、こっちの岩の陰に隠れてね、そこですか？あの辺の岩の陰に隠れてさ、うん、そこから移してもいいし。ああ、なるほど。それから呼ぼう。餌って、これだから人がおるとさ、僕はすぐそこまで来るけどさ。あ、ほんと？なんとおるんさ。他要喂乌鸦。我有好多那个，不是，不是，我真的是。この裏に隠れとって。そうだよ。ここ体つくからね。うん。足がこんなと思って、そっからあれ、カメラ引っ張られたらあれみたいな。ああ。そこに。いいよ。僕が行ったら。なるほど。隠れとってこう。他叫我们躲在这里，然后他要去喂乌鸦，看会不会来。对，估计还就对。看到我们的摄影机，他会怕，所以他帮我们找一个隐藏躲的地方，就躲吧。好吧，走吧。我们摄影机要躲起来吗？有，那应该是怕摄影师。他叫我们盯，所以Lily，你再进去。有。这个是，这个是比较紧急的，去吃了，好东西哦，真的都他朋友哎，你要去吃了，哇，你要吃面，我的人生几条命要走了，这是他朋友。特に今。子供がもうすぐ生まれるから餌いっぱい一緒に持って行ってるわけ。嘿，就在我们还在惊讶阿贝真的能够跟乌鸦交朋友的同时啊，阿贝已经跑去洗碗了，而他的洗碗方式，哦，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啊！洗碗啊，用沙子，砂入れるんですか？砂？水が少なくて済んだ。あ、なるほど。海水で洗えばこの砂入れんで洗えるとさ、うん、このボートの水を大事なかかり水だったんですか。そうですね。一般雨水很重要，对他来讲很稀少，是喝的，所以不能用来洗碗。但是海水洗又会黏黏的，所以用沙子你洗干净。まあやつもそれから何かある聞きたいこと。嗯，他还忙，我们还要问什么吗 ？OK， 但他要忙了。まあ別に大丈夫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すみません、お邪魔しました。まあこんな次第で何にも分かってないよ。もうね一週間密着次第でもダメだろうね。一週間？追ってもね、うん、僕の生活ははっきり分かってもらったと思わない。这一次的跳岛之旅，我们意外来到了无人岛，遇到过着原始生活的阿贝。也许大家很难想象啊。在这一座无人的荒岛上要怎么生活啦？阿哥提醒阿贝的生活过得还真充实呢。下周的跳岛之旅，我们要带大家去寻找在西表岛仅存100只的西表山猫，精彩内容不要错过喽！哦，なんかいる。啊，看到了。左側に猫がいる。哇！哎呦！大
最 lucky 的女生。我刚刚看到小丑鱼还有小海马，对不对？